百五，然后软硬西瓜卡。西瓜。充电介质，我快这边啊，快这边。要三楼啊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三楼啊。这边都没纸。他在中间啊，他只是要去三楼啊。会去换裤子，然后换。我就跟你讲，今仔日要让你穿短，你就讲歹。我想说，如果开卡丁车，搞不好太开了，然后就做那个角度，对不对？穿外套，我就不知道今天会那么冷。你看，你明天可能也要穿外套，明天也是这样的温度。跟台中同款，就是应该东京都这样。秋叶原就在东京都里面啊。
这一批。对，三楼啦。三楼的。往那边去三楼啦。中央总武线 JB 总武线，我们是坐 JB 总武线，然后要从秋叶原，现在要去新宿。好，先让人家走了。八号车。